在传统时期呢，你可以发现到他们常常就是以骑骆驼的方式横渡沙漠。这一趟瓦迪鲁的热气球之旅，你可以看到景色真的是很特别，红白沙漠。就我们已经有去过红色沙漠和白色沙漠，那个分界线非常的明显。非常幸运的可以看到 Zara 出炉的那个画面，味道真的是一流。Check in 了没？星期天晚上九点，就在未来娱乐台。